注意你的脚的位置，什么烟尾花呀，预备。你想我给弄到上面，它都死了。那怎么着？那就到春天再把它那什么挖出来。不动了。啊，里头全是爆爆，然后像现在就是撒好多花籽。就在这个，等它开完了没有了，就其他的变成花了。等我回来得到你家。就是说各种季节。站在右脚，对，左脚直走向前出。我们家现在我的花坛已经被我的成左棚、豌豆和右棚蚕豆占据了。花坛向右，你喜欢种菜，我给你把这儿都给你开了。再向左，站在左脚上，右脚出去。哎，我觉得我原来那个草地，我只要一不撒那个什么藻基，马上就退化的很严重。你们这还真是保持的不错呢。就是我跟你说的，我们家连啥也不撒，不知道还没撒过。我第一年我们家全是草，但是我就是跟你说，你不能让草开花。对。我也经常也说，像这个就对，你一开花，它一打籽儿，你明年你又是无穷无尽。像我这个也是，这个小花就不让它开花。然后呢，它每年以后它会越抽越少，它是以前的种子出来。转动，像我现在开什么小花？注意我的右脚。我现在就是每天没事儿，我的问题就是把各种杂草都给拔了。现在没有，我就全部是把杂草转过来。你就是不能压了，还是需要劳动的，一定要坐在右脚上。你们不太懂，我那站都站不住。自由。是你那，你一块一块开始清，你别想一下全做完。先把你那个小花给找。不是，我那个地方不能没有杂草，你懂吗？不能没有杂草。